三个，目前是一个送中国，另外一个这边我再问一下要送哪里，还有一个等一下会自行前往医院，他们一打一波及到第三者。台中一间 KTV 今天凌晨一点左右传出打架案，现场为七名朋友相约到这里唱歌，其中一位48岁的王男跟47岁陈男和最后发生口角，结果王男拿起酒瓶攻击陈男头部，两人扭打在一块，同胞箱还有4男1女见到此情况赶紧上前阻止劝架，其中一名朱姓女子还被波及受伤。警方到场发现陈男满头是血，王男情绪激动不愿上救护车，原警见王男情绪过于激动，对他使用电击枪控制，过程中现场还不断发出打打声，王男身体瞬间麻痹，情绪变得稳定后由原警将他上铐送医治疗，陈男与朱女也分别前往医院接受治疗，之后在场人员被警方带回人说不出争吵原因，陈男则对王男提出伤害告诉，警方已依规定受理依法侦办。哥，在路中间睡着是怎样？发生什么代志？没喝酒。哥，在路中间睡着是怎样？发生什么代志？没喝酒。